下面由我为大家展示通背拳后半段。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出师。双脚同时往里收，起立。右脚在前，脚尖右脚尖点地，两个单抬脚，一、二落地同时跳一下，变成瀑布，变瀑布，两个手往下按，按，掌指相对，按下去，向左摆头。好，再往下走，反背拳，一，插掌，左手。往里插，好，三，左手从上往下，右手在外，搁到从前，好，做个完整示范，预备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好，往下走，这个动作也是左脚往后退半步。右脚往前上一半，变成虚步，两手同时往后拉，左手在内，右手在外，变成虚步，可以。走，再往下走，两手往后拉，双峰贯耳，走，提膝，注意做这一个动作，两拳间距。和自己的脑袋太阳穴这个位置啊，统观提膝，好，往下走，感觉上步落地，分两手扬头，变弓步，击掌，好，做完整示范，变一退步上步，二双峰贯耳，三，仰头击掌，好，往前走，脚腕，右手往上翻，一，再左手往上翻，二，好，拉，虚步，搁那，好，再往前走，一个单拍脚，打完以后跳，拍一下左脚脚面，二起脚。做好以后，旋风脚落地，正脚勾拳，五朵金花，摆头，发音喂，收拾。好，现在做完整示范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旋风脚落地，正脚勾拳，五朵金花，摆头，喂，收。